我选择的是这个字。他们认为2014是乱。从事媒体的工作的人是必须受过专业训练。事实上，网络上太多随便都可以讲，大放厥词，没有经过查证的，没有经过这个 balance， 他都可以讲。一开始也会很担心。哇，一波啦就想到从前演的那部电影《Total Recall》，对不对？哇，吓死了！你没有经过体艺，没有经过脱衣，没有经过这么近距离的接触的时候，你是不会的。本节目由 McDonald's、许志明连胜律师事务所、CBRE、Beauty Creator 赞助播出。